大家好，我是斯图格，在山东济南哈，有一对极品的大爷金钱浪鱼，一会哈去领你们看看质量如何。这个浪鱼是你的？哎呦，这个浪鱼可真漂亮，多少年了？这两个浪鱼啊？几十年了？那你这多少年养了？那你这养二十年，上百年的这个浪鱼哈，这什么品种啊？大爷金钱浪鱼啊，哎呀，你属性真漂亮，你从哪淘的这么两颗极品啊？山蛤，从哪山弄的？北山蛤，哎呀，真漂亮，有多高啊？1.45米，这一颗也是啊，这颗高度差不多啊，属性真漂亮，这个性是你养的？这个姓整几年整成的？费劲了，是不好整哈，十多年养不出这个形状。粗度有多少？粗度啊？哎呦，粗度得40多，40多哈。哎呦，这个树叶你看，树叶真饱满，这个层次啊非常的明显。大爷金钱浪鱼，鱼眼好哈，步步高升。年年有余，哎呀，真漂亮！卖吧，这两颗浪鱼啊？不想卖啊？留着怎么啊？你这两颗极品，你摆在路边上也不行啊！这玩意这鱼还有缘人是吧？摆在挺远的。是，这两份是好。哎，这多少钱出的啊？啊？1.45万才贵了，你就便宜点呗，对吧？你这玩意横路边上多浪费这两颗精品啊！13000有点贵，实在的吧？你10000也行吧？你看，哎呀，差不多，大哥，你放这里，放路边啊，下这两颗，你属性优美的浪鱼了。对，我都编那个山东济南哈，真没有两颗这么好的那个浪鱼。啊，咱看一下这一颗哈，哎呦，这个螳螂肚，哎，还有镂孔，这个嘎巴你看看，哎呦，这个树皮真光泽。非常健康的两颗金钱浪鱼，哎呦，这个要摆在庭院的哈。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了，有喜欢斯图格视频的哈，可以多多点赞加关注。